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Mina，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我们今天来到森林湖市的 Winston 小区来看样板房。目前呢，我们来参观户型三，五房，5.5卫，354平方米，售价呢是1.28万美金起。学区呢是878，地税呢是1.12。那么小区的物业管理费呢，现在是229块。当小区全部建完之后呢，是179块。先看一下户型图，如果对这个房屋感兴趣的话，记得联系我哦。来，现在让我们来参观吧。首先我们看到房子很特别的呢，就是圆柱形的建筑外观配上了弧形的装饰石。那这种设计呢，很有欧式古典风韵。一打开大门呢，就可以见到这个圆形的旋转楼梯。门开阔通透的挑高客厅呢，也是非常的霸气。看一下进门的这个小圆桌，黑色的木质配搭呢是很沉稳，很好的配搭。现在让我们来植入客厅，可看见客厅、餐厅、休闲厅横向三厅相连。休闲厅呢，有搭配礼石的墙面，内嵌式电视和壁炉，低调中呢彰显了奢华。有一位德国诗人海德格尔说过呢，人应该诗意的栖息。这里的诗意栖息在这个后院呢就可以实现了。我们的中国文人呢，一直追求一种仁者越山，智者越水的诗意。在这里呢，便可以清风畅饮，休憩时光。又或者是在水边，沐日浴月，天高地阔。现在让我们来回到厨房，这个现代人家居的中心。厨房巨大的空间只用了3种色调的食材，白兰玉、索菲特金，还有劳伦特黑。这个厨房真的很美，美得让人震撼。很多时间呢，细节决定成败，艺术呢就创造了经典。
双中岛台金属橱柜架，功能分区，动线完美。这里的橱柜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橱柜，而是简约而高贵的收藏与展示，配上全面升级过的顶级厨电，德国、意大利、美国的顶级经典。现代的高级龙头，窗外呢可以看到社区、会所、泳池的美景。烤箱、微波炉、咖啡机、灶具、油烟机、冰箱、酒柜，全部的配套设施齐全。开个玩笑来说，只此厨房，夫复何求啊。外面呢便是自带的游泳池，可以随时享受青山一扇，碧水一池。回到这边，香槟金色的旋转铁艺楼梯，再配上这个极具现代感的吊灯，来到了楼上的家庭生活厅。洗衣房的设计非常合理，最喜欢呢还是这个儿童房，做的简直太带感了，非常的喜欢。这边呢是两个卧室，这间房所有的卧室都自带有卫浴室。看一下窗外社区泳池的美景，感觉像是自家的后院似的。
现在让我们来参观一下主卧。我们的重点来了，浴室的浴缸前呢是一个12室的超大落地式的开窗门，可以在休闲泡澡的时候呢看着美景，配一杯香槟，这样来享受浪漫，匠心设计，人性化的考量。那么因为这栋样板房的地势比较高呢，这样独有的一览众屋小的格局便形成了。再环顾一下，现在的新房都配有太阳能设施哦。好了，以上呢就是今天的视频，记得给我点赞、转发加订阅哦。我是 Mina， 还有不要忘了，今天我们参观呢是户型3号耳畔的枫岩小区哦。如果感兴趣的小伙伴，记得随时联系我。好了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